段来段古言诗，一日到晚足认真念佛。那尾啊，当然互阮哥哥啦、妹妹、弟弟家请来，伊唔甘伊当只出家，这想因感觉这是苦行啦，啊，讲要转家孝养，但是他回去以后，他也什么事都不做，也是一样就念佛，他就整天就念他的佛号，所以到尾啊，的风行妙境。住宅真安定，那有这一生的奉献，一生的圆满的实现呢？按时是爱好啊好，因为真侪人吼，个性较有成就了，反正作家多啊，册啊读者足侪啊，母家死，经过上尾啊要走的时候，拢。走得一点都不漂亮，就在我身边很多修行人，我认识的，到最后都走得不漂亮。那我归纳一个原因：伤浮躁，伤碰风，结伤多缘，在上位的。吸收太多弟子，后来被弟子转掉了。地主的业力变劣，业力；地主的善乱，地主翻改，翻改变老师爱负责。是安怎讲？你看地主咧对到你心里艰苦吗？这是我的核心，我教出来变安呢。啊，那尤其你的影响力愈大，你互旁敌。旁伫头壳顶，不管是拢把你顶戴着，那你真有那种功德吗？你心安理得吗？也会觉得有点有一点空虚，有一点心虚了，心有一点虚，所以到尾就袂自在。所以我是感觉，也是老老实实做代志，那时间到了。踏踏定定，清清楚楚来放下，老老实实来修行，安尼的时阵，我相信一世人应该是会较圆满。唔通已经无法度趁钱，佮硬要趁钱，钱干唔落咧是肉钱，爱较紧来停落来，较紧停落。你爱去问讲，我是安怎还有遮济去？足侪母足侪钱去的，伊是想要赚足侪钱。遮无啥想要赚钱，讲钱有够用就好，遮拢袂欠人钱。迄欠人钱，拢是想要赚大钱，伊较会欠人钱。我袂投资哦，我袂做生意。所以实际上，安那较保守。我们一生所需有限，一世人所应该用的、所需要用的，实在是有限。唔免遐忝啦，啊，尤其啊，哪拢算算讲啊，我即马袂趁钱啊，啊，佮讲较好，我即马就有人咧重用我，遮小事一日摕2000，啊，我5-6千块有够用啊，啊，佮迄老人老津贴加加10000几块，拢要通存的啦，啊，所以伫这种情形下，实在你应该好好啊收啊，晚年放下。那当然，在座遮侪年龄也少年少年，但是少年少年，你若有规划，那你一世人规个过程的把握会较有效一点，那所以像我。这世人敢若注定要来修行的，18岁就开始。阮兜呾我这怪胎啦，阮兜逐个无人要修，啊我下晡也讲一个笑话，阮兜咧修的，拢无拢比袂着遐无咧修的好报，
啊，无咧修，大家福报较大，啊，靠咧修福报顶多少？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安尼，但事实上呢，唔是安尼。有咧修诶，不管是心性拢足平常足自在，啊，无咧修诶呢，虽然福报真大，不管是心性拢未安定、未自在，容易发脾气，啊，容易犯错。那咱有咧修，虽然未晓福报，但是安未做恶业，好世人就知，好世人就知吼。你这些人，你福报用愈多，开愈多，后世人愈无福报。你这些人修修啊做，个性无享受到福报，但是后世人就是福报，人享受。尤其你啊，这些人个人要修，会小的去为众生服务，饶益众生。像安西林家，我感觉安西林有今仔日，当然才会相助。功德加大，但是我感觉更加大的内容是在自觉，是在在家居士的福气。所以按这卖心，随时会当保持啊真清净、真重要。而且不管是拢有钱通用，真明显，真钱是。众生的功用，不是安去贪来的。那安来要安尼思考的时候，你要怎样感恩？啊，那怎样感恩，你就要实修。因为安不管是嘛是爱想，哎，我有这大的福报，我也无创啥，是安有这大的福报？哎，当然转倒转来就是讲，安虽然修啊真好。但是基本上也是有心在修，只要你有心在修，龙天护法一定给你扶持。啊，安莫讲龙天护法，安讲这人世间的护法，这人来世人看这的相处，大家拢足认真，拢足和谐，哦，足亲切，那当然会给你扶持啊，发到转来。咱不管是拢干那家己食好，就一个名称，什么人谁理谁啊？你又不能给他什么，他又没欠你什么，他为什么要扶持你、供养你？所以加加这，那观念理清楚以后，我们在道场就更能够安住，更能够付出。那这样子的道场就更多人扶持。那欢乐灯来讲，你何其得顶？是啊，唔是干那是只物质性嘅上呀。介绍你个好奇的心，你心就已经安住伫三宝顶面。我们常常说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你有把你的心的重点放伫佛法经三宝顶面无？道场嘛是属于三宝其中较重要的一部分哈。所以。安会当做护法，会当做志工，这实在是拢真大的智慧啦。也会使讲有真大的福报，你才会当护持三宝。你钱搁提偌济，留偌济，互你的后世，我真少后世会甲你感恩。你留愈济，伊感恩愈少。哎，这世间的重要哎，迄，那个足善的人哦，留一点啊物件互后世，这后世感恩啊要害。啊，这好业人留足侪财产互后世，无一个后世感恩。你看咱台湾这大户，你来看卖，哎，伊若真正感恩伊的，佮都啊过来过去嘛，抢来抢去嘛，就是感觉也无够，所以。你福报愈大，伊另外一个业力会造成你愈大的贪念，福报愈大，贪愈强，福报愈少，邪愈强。会感觉讲，哎，无需要哈，无需要安尼，哎，你就愈来愈自在了。只有邪，
吃人解脱，只有下开人自在。只要来贪求，你一定袂自在。所以到底是好业较好啊，善较好？到底是福报大较好啊，福报少较好？其实你搁稍微想咧，你就已经想袂通啊。想袂通咧，就是讲跳出一般世间的价值观，慢慢你的清净观哈，清净的观念，才会当慢慢建立起来。只有低见观念清净，超越安心心，才会当向上提升。就是讲，安真正的生命，哎，才会当一摆比一摆较好。你有正确的观念，今仔会比头会较好。你有正确的观念，明仔载会比昨昏较好，明年会比今年较好。你有咧修，下一刻会比现在更好。那一直往后推，你若有咧修，你后世人一定比这世人较好。你若确定后世人比这世人较好，你敢会担心？袂，你就袂担心跳了，因为你知影跳会了变后世，后世人会比这世人较好。反倒转来，安是安怎惊死？安发觉安这世人做了无好，我后世人后世要比这世较好，足困难，所以就惊死啊！所以你要互你这世好后世好，唯一的做法就是不管是拢该做好着。做好，当下安心，唔免担心明仔载后世。这安尼，才是有智慧的人，唔只是知影家己应该要做啥嘛。所以，佛咧教咱教，当然教咱好好啊做，但是佛。教咱好好啊做人，毋是要互咱永远干啊做人，也毋是干啊要互咱后世人比起世人福报较悬。佛的究竟的目标是互咱即世人自在，生生世世拢自在，随时拢自在，随时拢伫即个无法度自主热闹的轮回内底，随时会当解脱。那这第几世人解脱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第几世人，你就不是人嘛？第几世人就跳出人对你的束缚，第几世人就跳出六道轮回对你的恐怖、对你的控制。那这对倒位来？当然是对真正的地位来，对了解实相来。你若无智慧，无了解实相，你拢把假当作真呢？那拼到要死要活，直直拢假钱。啊，尤其按像讲按死了哦，足济个烧烧金烧啥吼，讲安尼会当带去后世人因，这打问号，真的要打问号。因为迄个道理讲不通，你要存去对银行，迄个银行开伫啥物所在？还要安怎用遐钱？遐钱买啥？那一想都通通不通，通通不通。但是安尼风俗一直落来，大家拢感觉安尼，啊，就大家拢对安尼做，无形中了足侪无戆钱啊，了侪足侪无意义的钱，但是。当然，按尽迄份孝心吼，希望按个祖先，伊会当去较好个所在，有较大个福报。质量毋是对的，质量毋是无毋对，但是用遐手段，用遐方式毋对，不相应。那要怎么样子才相应呢？因为它能够受用的，就是你的孝心。你尽量扩充你的孝心。随时提起人要你的孝心去给归向，去给观想。比如说，我这样修，我这样做，我把这功德回向给你，希望因为我们有共业，
所以我回向给你，你信不人就永无不了。就这三角六条的，伊足认分的，讲我无好啊，修袂使。哎，家人拢会心情是一样的。我们只要好好的，不再卖弄我们的姿色，不再卖弄我们的才气，其实你就可以慢慢的好好修行。这个我今仔唔知安怎开始讲遮，改成真正已经有发觉到老的威胁，但是又搁想着讲，虽然老，但是改成要搁活三十冬嘛，唔是遐困难。所以这三十冬我要安怎用？这不是干咱我的代志，是咱大家的代志。别安怎好有意义？这爱好好啊去思考，真正你的未来要有很大的意义。只要你这开也伫的，你拢会当让你的生命充满着意义。千万不要醉生梦死，过一天算一天。不能这个样子，真的不能这个样子。不是干咱念佛就好。爱用心念佛，爱困前念佛。你哪会当安呢？你心情一定会有很大变化。祝大家，生命愈来愈充满着法喜、甲光明、甲智慧。祝大家福慧增祥。嗡啊吽。三呀三不大呀，大呀大唵阿弥的阿弥陀宝哎，阿弥达三宝哎，阿弥达比真的，阿弥达嘎。